志全議員。唔該曬，代主席。我呢一節發言咧，想先補充一下關於我支持梁國雄議員同埋黃毓民議員修正案編號783同784，係削減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用作推廣基本法嘅全年開支，涉及咧係1600萬。咁啊，兩位議員咧都同時咧不約而同係提出咗呢一個修正案。其實推廣基本法咧係屬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綱領二喺內地事務咧政制及內地事務咧裏邊嘅一個其中一個重要範疇。咁喺政制及內地事務呢一個綱領咧，今年嘅預算咧增加嘅幅度咧係非常之大嘅，係24.3%。究其原因咧，當然係同政改有關啦。但係其實呢1600萬所謂推廣基本法嘅開支咧，其實背後都係同政改有關。我哋睇翻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呢一部分嘅宗旨，係就基本法嘅推廣提供意見並監察其落實嘅情況。其實基本法一直以嚟喺香港都係落實緊。資料裏面話，即係呢個綱目裏面話，就執行基本法事宜向各局和部門提供意見，並加強市民對基本法的認識和理解。為什麼今年會撥1600萬去推廣基本法這麼多呢？其實我想大家稍微明眼都知道，就是中方不滿意。中方不滿意香港人為什麼主權移交了都足足17年了，但是香港人對基本法的認識還是這麼薄弱呢？那是什麼方面的認識薄弱呢？就是中方認為公民提名是違反基本法第45条。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香港市民支持呢？那很明顯香港市民就不知道基本法啦，即是從中方的角度不熟悉基本法，不識解基本法，所以就要增撥資源補鑊，推廣基本法，令到香港市民明白基本法。其實呢，我相信這1600萬呢很大部分都是推廣45条的，即令到香港市民洗腦咁樣令你明白提名委員會是唯一嘅即提名嘅方法。咁呢唔好再講嗰啲提名委員會以外咩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呢啲係違法嘅。因為香港市民吸收唔到呢一個訊息，所以先至要將咁大嘅投資呢去推廣基本法。所以返去呢削減推廣基本法嘅費用呢，其實應該連埋支持呢修正案編號786、787同788呢三條呢，分別由范國威、梁國雄、黃毓民議員提出嘅，就係要削減大約相當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就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諮詢工作的全年開支。但你睇返政改諮詢都係用1200萬喎，推廣基本法用1600萬，其實推廣基本法都係為政改諮詢打一個基礎作為個後盾，所以其實兩筆錢呢係加埋嘅。即如果唔使推政改諮詢呢，一定係唔使用1600萬呢去推廣基本法。代主席，首輪嘅政改諮詢，即係5个月嘅政改諮詢期呢啱啱結束啦。咁三位被外界叫作呢個政改福祿壽，即係林鄭月娥、袁國強同譚志源局長，咁馬不停蹄會見唔同政黨團體界別。咁林鄭司長呢，佢之前已經有一個好似流水帳咁詳述究竟佢搞咗幾多場諮詢，見咗幾多團體，嗰個成個表出嚟，就喺數字上呢想話俾無論中方聽又好啦，話俾香港人聽又好啦，佢真係有聽大家意見，有聽，但係咪有商有量呢？這個香港市民係心中有數。咁我唔詳述嗰數百場座談會、數百個團體意見、超過130000意見書啦。咁其實都係4个字嘅啫，就係想扮有商有量。
口講不帶預設立場，廣泛聽取各方意見，但又不斷排斥異己，猛烈呢運用不同的渠道去抨擊公民提名，用一些立場性口號式說公民提名是理想主義，在法律上難過關。這個有兩方面講的，一方面當然我的政見是跟政府不同，但另一方面從處事和資源運用，如果你真的這麼清晰公民提名必不可能，為什麼你不第一天 day one 去做基本法的諮詢的時候，做政改的諮詢的時候，你就打正這個旗號出來呢？那就免卻很多不必要的資源浪費。現在就說做了五個月諮詢原來都浪費了的，因為很多市民不知道是公民提名必不可能，就說必不可少，交了意見書就廢，即是沒用啦，因為你交了犯法的東西來，他不會將犯法，即是他認為，當然不是我認為，他不會將犯法的意見即是上繳中央嘛。主席，我早前呢一直都有跟進這個問題，就向政府呢是書面質詢過有關政改諮詢的花費的宣傳品印刷數字，發現呢個數目是十分之驚人浪費。政府物流服務署在 2013-14 年度總共為政改諮詢印了超過62萬本諮詢文件，海報是68000份，跟住涉及是近90萬元的開支，即只是印嘢咋喎。這個黃局長在這裡，其實宣傳呢就不環保的，宣傳和環保怎樣拿個平衡呢，其實就是一個哲學問題來的。即是我們說用電子宣傳，用 email， 用電子的個文本 PDF， 那就可以了。那印幾多份政改諮詢的 hard copy， 即是實體的諮詢文件是適合呢？那我不知道環境局呢有沒有給過意見是林鄭，我相信都沒有。如果有呢，就不會印了這批有商有量實現普選的筆。筆我不跟你爭它是不是環保，那當然膠筆就環保極有限啦。它當時派給我們的時候呢還是加了一個膠套安全套，是我想是不想刮花的字啦，所以要包住個膠套。那這個一定是不環保，一定是浪費。如果我們削減它多一點，這些它沒有那麼多錢使的時候呢，它印這些所謂紀念品呢就會更加環保，更加即是我如果印，我寧願印鉛筆都不印這個原子筆，都不知道這個貴一點，即是原子筆可能很快用完。那在未來一年 2014-15 年呢，這塊錢還會提升，提升至300多萬元的開支，升幅是近3倍。即是我想它會印，可能會印第二輪的政改諮詢文件或者方向報告。但是我們看回那本政改諮詢文件，50多頁的諮詢文件充斥著一大堆語意不詳的詞語，愛國、愛港、機構提名、民主程序、集體意志，其實無非都是為2017年普選特首，我們就叫篩選，你們就叫一個選舉程序是鋪路，是浪費了大量公帑用來宣傳一個局限香港人政治權利的一個假諮詢。所以我們覺得呢是沒有必要是繼續預留開支，因為預留開支給這個假諮詢呢是等於抌錢落海。林鄭月娥早前在一場政改講座上面呢指不少意見呢是傾向堅持自己立場，說一些口號式的意見較少提出充分理據或者顧及基本法下的政治體制原則和條文內容，所以就有出下一步補獲，就是推廣基本法，令到香港市民能夠顧及基本法下的政治體制原則和條文內容。他就說如果各方繼續堅持己見，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這個目標恐怕只是鏡中花水中月，香港民主發展將會再一次停滯不前。老實說，我想林司長他都一早看透了，就是香港人現在譬如我們投票出來的那三個方案所追求的所謂真普選是海市蜃樓，
是並不存在。咁呢，所以佢提醒香港人呢，就唔好白費心機，一切可能一切努力都係徒然。咁所以我哋而家所謂花喺政改諮詢呢一堆錢呢，大家都明白，即係原地踏步嘅機會好大，都係賭錢落海。而且我留意到呢，政府就兩個選舉產生辦法的公眾諮詢呢，由去年2013-14 年度的700萬元呢，大增至2014-15 年度的1200萬元，包括呢是850萬元用作宣傳和所謂的諮詢費，是佔最多的一個開支部分。而且編制上呢是有所增幅，開始了7個有時限的職位，包括一個為期約兩個月的首長級丙級的政務官職位，及6個為期一年的職位，包括一名政務主任、一名高級行政主任、一名二級行政主任和3名助理文書主任。嗱，呢啲預算呢，我覺得都係不必要，都係浪費。大家記唔記得對上一次政改最後階段曾蔭權起鬧大龍鳳，大家記憶猶新啊！局長未做局長嗰陣時，嗰啲局長後面做茄喱啡，啲表情好尷尬，好生硬，係冇經過演技訓練，起鬧起鬧起鬧，記憶猶新。但係最後點呢？最後獲通過嗰個呢，唔係呢個超錯方案喎，係民主黨冇曬喺度啦，佢哋入中聯辦傾返嚟嗰個方案，即係起鬧嗰個呢係嘥曬啲錢嘅。政改諮詢只不過是一場假諮詢，有商有量，是無商無量。立場呢，其實一早已經選定，在諮詢後期呢，可能三位政府官員呢受到中方壓力，個討論空間呢越見越窄，令到特首提名最後呢只係剩返提名委員會一個方法可以傾。其實呢，你一早講，我就話早講，瘦就瘦，唔瘦就唔瘦，佔中嗰啲去佔中，接受嗰啲接受，就同埋去傾，咁就最簡單，最慳資源，最慳錢。你又要扮有商有量，引大家埋嚟，引大家寫咗10多萬份意見書，又嘥時間又嘥紙，非常之唔環保。政府而家就即係大家見到個真相啦，越講越赤裸啦，越大家明白真普選係難以降臨。所以呢，我哋絕唔能夠係支持一個有篩選假普選嘅方案。嗱，呢度唔係談支唔支持方案，呢度係講唔支持撥款2017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同2016立法會產生辦法嘅公眾諮詢。呢1200萬嘅撥款呢，我諗作為議員呢，喺呢一個項目上面呢，或者作為爭取真普選的議員呢，是很難去支持這個撥款，所以一定呢是要削減。與其行差踏錯，寧可原地踏步，香港人呢有心理準備，2017年特首選舉方案呢是難以通過，就算有些所謂溫和派呢要轉身呢的空間亦都不大。所以雖然你說個千多萬是事少，但是通過政改方案對香港所造成的影響、所造成的惡果是事大，所以希望大家支持786-788的方案，叫政府省一點，不用再浪費錢做這些假諮詢了。本人謹此陳辭。